说太高了耶，我是不是要拿个耳机啊？这样我们不会串声吗？谢谢。够了够了，可以，谢谢。好了，我好了。家人们 ，Hello， 猜猜我在干嘛？我在剧场刚公演完。我剧场现在这个搞得非常有氛围，喜欢这个棋盘，喜欢这个棋盘桌，还有这个小花花。我今天画了个就是那种楚楚可怜的腮红，动人腮红，结果那个光打得我整个人曝光了，就是整个人白的反光，然后这个腮红并没有什么用，拍不出来，现在可能直播看得出来一点，就是那种要标题是什么，这种光，你看我的新戒指，我的新戒指好看吗？雷阵雨 LZY 的戒指，是不是应该这个搞亮一点会漂亮一点？啊，有灯果然不一样。想找哥哥要个链接，以后我直播也拿个这个。哥哥，你们这个是统一购买的吗？给我个链接吧。再也不用在我房间的那个黄黄的灯光下直播了，冷光好看是吗？那我换个冷光。这个吗？这个是冷光。直播在右下角，直播在右下角，哪里有直播在右下角？哪里有直播购物车？右下角，哦，对，我们的右下角有一个购物车，虽然我没有看到啊。哪里有啊？我怎么没看见？然后呢？我的右下角。售卖的商品是我们的。要这么说吗？再不给我粉饼。啊，不是说不能这么说吗？展示一下。哦，不是说。不要这样讲吧，你们两个啊，跟我说不要不要，尽量不要。刚刚一位另外一位哥哥跟我讲的是，尽量不要提到任何啊，就是要非常隐晦，甚至要不经意的露出。然后我刚刚听到隔壁就是这样明目张胆的在推销。我说问哥哥，我说要这样讲吗？哥，他俩没有商量好，到底要怎么样？哎呦，直播间里出现了别的商品，是不是？家人们啊，就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黄色小黄色这个小车，大家给看看看，就是我们的家人的福利，好不好？大家的小粉车，大家点开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家人福利。那公屏呢？扣个一，公屏扣个一，这个红色小车大家点开一下，里面有我在抖音学的，有是吧？有声音，有影像吗？好吧，我看家人现在那么多，好了，我们现在就是点开这个小红车，然后就看到我们这个碟啊，这个碟就是我们的那个新的这个夏季干的这个 CD， 这个 CD， 然后叫做海沙，看看我们。人鱼主题，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美女，也给大家拆盘一个看一看，这个打开是什么东西呢？打开是什么东西？好，大家看一看。首先给大家展示，它是一个包装非常精美，每一个 CD 都是这样独立包装的，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都是这个放心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拆开也非常方便啊，用手就可以拆，这个就不用说再去找剪刀什么的。我们这次包装也做了。不能拆吗？哦，我已经拆了，怎么办？自己出钱。我粉丝买十张。完了。已经拆好了。啊，我已经拆，那这个已经拆掉了，那就拆了吧。看家人们，我真是赔本的给你们拆了一张，真的是太亏了啊！这次亏着为你们去自己赔钱给大家去
推荐这么一个好东西，完蛋了。好吧，它拆开是这样的，然后可以看到包装非常精美啊，好不好？然后呢，展开是怎么样的呢？展开是，首先能看到就是一张非常精美的内封，原一期，原一期。这边呢就是我们 CD 本机了，然后呢大家可以拿它去放那个 CD 机里面听歌，当然有些电脑也是支持的哦，好，就大家都有用过，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边，这边是我们的歌词本，啊，这边是我们的 CD 封面，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内封的这个原一期，然后再打开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画册一样的东西，这边是王帝，然后这个是张传宇。就是打开很长的，其实还可以收藏看看。都是我们的成员，有单人照，有双人照，都很长的。然后这边有我们这个海沙的制作的简介。然后另外呢，就是有我们的收录的歌曲呢，都在里面，包括了它的这个制作与它的歌词，都在里面。在哪里看啊，哦？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大家就是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 CD 啊 ，CD 这个后面也是隐藏了一些啊，大家最感兴趣的东西。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生写，一个生写。就右下角有这个小红手，我们拆开看一下哦，这个是什么呢？首先是这一张蓝色的这个小票，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海沙发售纪念的握手会活动的一张握手券，到时候呢就是可以，也可以用它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口袋480握手会，这个刮开之后就可以参加了，对不对？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口袋48的这个 app 里面去进行扫码激活，然后就可以参加你喜欢的成员的一个云握手会，然后就像视频通话一样。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嘛，我们线下握手会要考虑到疫情，其实呢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那云握手会就方便很多了，对不对？而且呢云握手会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很多社恐的粉丝就不会社恐了，你自己在家里面戴口罩什么的，然后我们通过视频聊天，甚至你可以不用出镜，对不对？哎，你把屏幕这样挡着就可以跟你的小偶像聊聊天什么的，对吧？就是这个握手券。那接下来呢是这一张绿色的就是积分卡了，这个积分卡后面有我们的编码，积分卡就是给我们的每一位成员这次都拍摄了自己的年度青春的作品，然后就可以为你自己你喜欢的年度青春盛典的喜欢的作品去为他积分，然后呢可以去当他的伯乐，对不对？在我这里买有什么好处？在我这里买，我抽到的是谁呀？这位是这个还能再拍吗？不认识啊，不认识。不能拆了。不认识。你给我的为什么不能拆啊？我不拆我怎么跟大家展示？哦，孙小燕啊，不好意思。因为我毕竟是作为前辈啊，就是那么多后辈也不是每一个都认识的，好不好？是这样的，可能五年前戴萌开申请的时候抽到刘增艳，他就问大家这是谁，然后弹幕说刘增艳，然后弹幕说啊作为前辈我是每个后辈都认识，而且就这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种感觉是一样。举个例子啊，不是说戴萌本人，看看刚刚他给我的这一盘拆到的是谁啊？这个是谁啊？哦，朋友们，这个应该很厉害吧？这是谁啊？这是周诗雨吗？好像是周诗雨，周诗雨，有没有周诗雨的粉丝？对，敏感肌也是可以买的，敏感肌还有我们的干敏皮，大家都可以放心购物，好不好？特别是夏天到了，我们的油皮也是可以买的。对，我们一些脆弱发质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去购入的。
对，在我们的那个右下角的那个小黄车里面，右下角的啊，小红车，小红车。这个买了能解暑吗？买了当然可以解暑了，买了不仅可以解暑，还可以。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说这个。哦。哇，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买了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中暑啊，家人们。你不做核酸可以买，但是我们给你发货的staff 和那个就是物流中转站的大家都是做了核酸的，所以你不做核酸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肯定就是做了核酸的，这个你放心。有人说咱们问一下，买了能飞天吗？买了就是心里面抽，要是翻到了自己的小偶像，或者是为了给自己喜欢的作品去计分的话，那肯定也是心里面美滋滋飞天了。这个广州拍的是有点偏白了，偏白偏蓝，我们上海拍的有点偏绿偏白。赠品就是里面的那个握手券啊，我们的那个云握手券，这个就是我们的赠品。哎呦，买了可以放生啊，买了就是到那个有一个放生的基地，在那个嘉兴路哈尔滨路那个门口，一般在那里放生的话，就是一般他们就可以回归大自然。有电子版吗？有啊，因为它就是它后面的那个二维码和那个都是电子版的，所以就是本身就是虽然它是纸质的，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电子的产品。买了能中彩票吗？可以啊，你想呀、啊、万一你喜欢的作品得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不相当于中彩票一样吗？可以买呀，就是一分钟就可以买，更别说15分钟了，10分钟都可以够我跳够我跳八首 top 16的那个汇报单了，从乌咋跳了花荣。好吧，给大家再看看这个今年的新品新作，我们的新唱片新 CD。买了能变瘦吗？我觉得买了可以变瘦哎，因为就是这套 CD 里面的每一个都是穿着这样的像人鱼服一样的。然后呢，我当时拍这套生写，我看大家的这个衣服，那几天我也在减肥，因为我很害怕自己穿这个衣服不好看，因为非常大家都很瘦很瘦，然后稍微有一点胖穿这个衣服不好看。那你买回去了之后，你看到漂亮美女就是这样的人鱼装扮，你就会激励自己，你就根本就不敢胖，就会胖一点你都会觉得自己是猪。是一个有动力有重力世界怎么会是受罪呢？我很喜欢这样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在支持我们的年度青春盛典，因为我自己也有作品去参加这个年度青春盛典，然后我觉得我的作品还挺优秀的，难道不是吗？我还以为我的作品可以在年度青春盛典当中算得上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呢，应该会有很多伯乐看得上我这匹野马，就是
北九十九，先是北七十八，现在这里又78，所以转型。什么地方能做到美呢？伯乐只有一个，对呀、啊，但是就是，但是我觉得伯乐，可以有很多个，主要是我这批马野马就是属于是什么呢？属于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伯乐啊，都去发现我作品当中优秀的东西，从而发现我本人啊，从作品剖析到本人。为什么需要微信？谢谢恶童的皇冠。为什么微信？我现在点外卖也需要绑定微信，我不知清楚哎。反正我今天中午点咖啡，他也要就在那个某团点咖啡，他也要绑定我的微信什么的。可能是小程序吧，微信小程序的话，98500。我今天这个妆很少女，但是呢，在这个光下面，在这个剧场的光下面，这个少女的妆一点都不少女，显得我整个人很憔悴。很尴尬，家人们。因为我今天特意画了粉色的眼妆和粉色的腮红，还有粉色的口红。你怎么不早说？要不然我拿什么当卖点？对，我们的拍立得呢？下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前三名吗？还是前300？都不跟我讲清楚，是销量前三吗？还是名额前三呢？长这样，是什么？你看一下规则，你怎么回事？哦，是付款前三，你不用看了，粉丝说了。是金额的前三，然后我刚刚在这里拍的，上面有我的签名，里面是这个，今天这个粉色妆容，笑一笑，我在这个花这里拍的，乖巧，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后面这个地方，哎，在哪里？看不见。不是。你的前三可以拿到这三张中的一张。乖巧。那怎么？然后第三个是这个，也是乖巧，哇、哦，很少走这种乖巧路线哦。然后也有签名。他买的东西不拿货的吗？他说你可以买的东西然后不拿货。不可以。给我吧。第四怎么办？第四就很遗憾。第四就让他努力变成第三。对，第四就要争取去当第三。我知道了。看，就是我今天的前三的拍立得奖励，是谁可以争取第一阶段的前三伯乐？有一种田忌赛马的感觉。就是只限啊，还有8分钟，都你看 staff 都不讲清楚，那是怪他们。还有8分钟，大家可以去，又可以给年度盛典的作品投计分。又可以，里面又有握手券，就是又可以计分，又有握手券，然后呢，你累积前三还有拍立得，一举三得。有没有？有没有？心动不如行动。
是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启动仪式的御三家，而且我们今天是我们这一波人是首播，对不对？我们这一波人首播，你相当于是启动仪式的第一批人的前三，你就是今年的前三被你们拿捏了，你们是谁能赶得上第一批的前三呢？我怎么没有小红车？我有小红车啊，买的多我有奖励嘛，我的奖励就是奖励我的作品可以往前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我的作品就有更多的积分。怎么样？看到了吧？乖乖女拍立得，没有今天妆很粉嫩，我今天还贴了下睫毛，从来没有画这么，好久没有画这么少女的妆容了。我今天都涂了粉色口红，粉色唇釉，我都没有涂我的大红色的口红了。我今天涂的是粉色唇釉。但我今天穿的很摇滚，但这就是反差嘛。最后最后五分钟有拍立得，而且还是签名版拍立得，剧场限定版乖乖女淡，你知道什么淡妆？我已经好几年没化淡妆了，上一次化淡妆还是在上一次，就是我的淡妆百年一遇，还拍了拍立得，还是签名版，而且呢还有呢，今天还有鱼握手券，还可以给那个作品积分，然后呢还可以当我今天启动仪式的首批的成员的伯乐。而且你们自己还有用户自己还有积分，你们自己还有积分对不对？就是可以给我的作品积分啊，你们自己还有积分，就是就是你们要在商城买，为什么不在我的购物车里面买呢？在我购物车里面买有福利的，对不对？你自己在商城里面买什么都没有，可是在我的购物车里面买又有积分又有拍立得，为什么要在商城买？应该在刘子燕的直播间里面买，对不对？你在商城买，你就是个普通的买家，可是你在刘子燕的直播间买，你是我的第一首批前三伯乐，而且是我的拍立得拥有者，还是积分用户。什么叫积分用户？积分用户一般都是 VIP 才有的待遇，对吧？你是 VIP，可是你在普通商城买，你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所以普通商就是你在普通商城买，你只是消费者用户多少多少多少，或者是私吧用户多少多少多少。可是在我的直播间，你是 ID 谁谁谁，你是 VIP ID 谁谁谁加李子燕今天的前三伯乐谁谁谁加拥有我的拍立得谁谁谁，对不对？以后群里面一问是谁，就群里面你直接把这个照片发出去，我有他的拍立得，你怎么可能还是私吧用户谁谁谁呢？到时候大家只记得住你的 ID， 再也不会叫你什么私吧用户谁谁谁，谁要叫你私吧用户谁谁呀？大家都直接叫你的名字的，拥有刘子燕拍立得谁谁谁，对不对？怎么会傻到要在私吧商城去买这一次的这个 CD？ 当然是在我直播间买是最棒的，想要个最好看的拍立得。
这三张分辨不出来，家人们，我跟你说这三，因为这一张什么？这一张是歪头抿嘴笑，就是这张是这样的，然后这一张是什么呢？这张是趴在桌子面前，然后用这个顶着，就是趴在这个花面前，小花面前，就是哎，嗯。然后这一张是什么呢？我跟你说这样都不一样，这一张是什么？这一张就是非常乖。乖巧就是在这个架子面前，然后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三个都不一样，哪有更好看啊？但是如果前三个都是你的话，那你不是三张都 all in 了吗？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很小啊，我觉得这种概率很小，因为一般不会有人有三个号干三个这样的事情，对吧？才不要当什么斯巴商城用户，00什么006级什么什么一串编号呢？我们不是什么用户编号谁谁，我们是刘子健直播间前三伯乐某某某拍立得拥有者某某某。而且哦，之后你还可以拿这个来那个云我手绘。找我，对吧？让我看看是谁这么有眼光，看担得上伯乐两个字啊！我觉得这个名这两个字实在是用得太好了，就应该叫伯乐，早就该叫了。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些词这些句子谁不会？那也得有能找到金子的这双眼睛呀、啊！我这匹野马也得有伯乐发现才行。伯乐在哪里？在你买完之后用这个电子券告诉我你在哪里，让我看看你是谁。好，我时间到了，哥哥。嗯，好，拜拜。下架了哦，那么快，真厉害。已经下架了。嗯，好，拜拜。我回去了，我从剧场回去了，拜拜，一会儿见。